没有，他都在追的，妈妈也不追。没追，反正他都把他送出来一个房子，我们想想拿了两口菜。他都发现我那个外卖员都发现我在撸他噻，都吼我，都凶我，都喊我把他翻了，翻了他们来抢我手机。现在他都在追人，妈蛋，一个追，一追的时候，他都把他手头那个放货，拿了两口菜，还有那个东西，他都指责他嘛，都说你要，要指责那个店员，要讲就是那个外卖员。我都说了他，说了他说。那时候那个男的都吓了，他都发现我那个外卖员都发现我在撸他噻，都吼我。